师傅，人家说一个人的性格、品质、精神、气家，往往在容貌上一眼就看得出来，绝对看得出来，绝对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啊！太看得出来，全在脸上写着。坏人好人一看不就知道了，这个很多很多领导干部都会看人的，选拔领导的时候要会看人的，你这个领导不会看人吗？你自己倒霉倒啊，最后你就栽在你下面的副手身上呀。啊，那师傅，这个就是说佛家寄语言说命由己造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有容乃大，是不是就这个意思？对呀、啊，宰相肚里能撑船呐、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嗯，这个像长得贼眉鼠眼的，你说他是个好人吗？嗯，对对对，我明白明白明白。你举个简单例子，如果师父贼眉鼠眼的，谁跟我学佛？你说今天跑出来一个人，妖里妖气怪怪样样的，你说大家来跟我学佛，你说谁去啊？师父，您的容貌看的就是慈悲呀，真的是这样感、啊。你看人家看的师父都会哭的。师父因为看见众生受苦，对对对对，我就是心里很难过，对不对啊？慈悲，对对对对，慈悲会在心里也会在脸上的。你看凶的人他哪有慈悲心啊？对对对对、对对对，强盗杀人犯，对对对，你说你从他脸上能看到慈悲吗？那看不到看不到。好了，明白明白明白。那师父，幼年青年时期的相貌与父母的遗传基因有关，是不是人的下半生，就是说他下半中年之后这个相貌就变了，是这样理解吗？对，完全正确。有的时候会不像父母亲的，因为少年时期有父母亲的烙印特别深，等到自己世界观形成之后，到了单位啦，人长大啦，慢慢慢慢的他就不一样了，他就是根据自己的性格，根据自己的概念、世界观的形成，还有对事物的看法，然后他的相貌就会随着变，恶就是恶相出来了，善就是善相出来了，明白了吗？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。哎呀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